OK， 现在现场直播啊，这是我们的车，这是我们的车，我们刚刚一分钟以前来到了这个海滩。哇哦，我们家这个位置啊，正好是在一条小路口，你看，就是一步就跨到这个台阶，然后走几个台阶就到了那个海边了。哦，大家跟我一起看看太平洋，太平洋的波涛滚滚，还有好多人在冲浪呢，看到吗？远处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人在冲浪。现在可能离日落还有一个来小时吧，现在太阳正好在我的头顶，但是呢，海风啊，特别的凉爽，嗯，又有点太阳，所以我只穿了一个 T 恤，然后穿了一个这个短裤。你看看这边的这些 RV， 这个小的 park 非常非常小，可能只有这几十个位置吧，我是第18号，然后那边19、20、21、22、23，中间这块可能要走，大概不超过40个位置，我觉得就是这个小的 RV park， right way on the beach， just you know step to the water， between water and the south strand， between water and the south strand， 我操，这歌怎么唱都忘了， OK， 拜拜。